眼前这位大叔名叫热塔纳·库马尔。39年前，他随父母从尼泊尔来到拉萨，经营着这家祖父留下的百年老店。新年临近，库马尔大叔除了要照顾店里的生意，还要和妻子仓木拉一起出门采购年货。在那住着，在那没忙过呀，咋？啊，你可该在那住着，去那拍。嗯，我这，俺这拍住个哟，那拍住。适逢年节，八廓街附近的商场顾客摩肩接踵。我们在跟拍库马尔大叔的过程中，一度被购置年货的人流冲散。小刘上面的亲戚的要这多个，就给你的亲戚，他咋能这些损追呗？你来请我买呗？可是这个，这个怎么？那怎么？嗯嘞，要是得搞就是个。用酥油加入各种矿物颜料雕塑而成的酥油花，本是藏传佛教信众因冬季没有鲜花供佛而发明的代替品。如今酥油花成为藏族民众摆在供桌上的必备年货之一。全部的看着的罗山那些那是全部你罗山里了吧，你那个就下切定的那么那这样呢，我定的定的设计中间小肚肚大了这个。仓木拉还在寻找尺寸合适的酥油花，库马尔却被一个售卖罗萨梅朵的摊位吸引了注意力。现在鸡蛋忙起来的牛差不多在鸡蛋在那松松了。罗萨藏语里意为藏历新年，梅朵就是鲜花的意思。藏族民众会把用青稞穗染成的罗萨梅朵插在切马盒上，寓意来年丰收美满。俺住的罗山呢，俺的干啥？不然说俺住的什么坡、地坎、这些那，我的不是也不是熟的，也麻也土的，麻土的，顶着吃的。到了学俺不看完历史，哦，区别吗？哦，俺年纪大呀，穿了尿不湿，干个用明白，俺了历史去。通话中我们得知，夫妻俩的儿子在山南市工作，春节假期他准备带父母去成都过年，并再三叮嘱他们少置办些年货。内地人过年过节少不了瓜子和糖果，西藏人则少不了卡塞。卡塞是用面粉、藏荞面、酥油等制作的一种油炸面食，是藏族家庭过年时款待客人的标配食物。俺来看看这啥个嘛的，看看这真的。哦哦，打起来真，俺也没这钱。在这里，俺来要都搁这里送给。在这里。第一个。哎呀，上面还有杏皮子。啊，还有。这个大的。来。多少肉嘛？大，那是，大多少那是？我老板给这个钱。第一个。哎，兜兜转转两个小时，库马尔和妻子早已经忘记了儿子的嘱咐，满满当当的零食和糖果已然握在手中。八廓街，西藏最著名的转经道和拉萨的旅游商业中心。20多年前，正是在这条街上，库马尔结识了同为商人的仓木拉。你说原来我是做饭呀，什么米饭呀，那些锅的饭里面，
就放多少水啊什么那些的我不知道，我就给他打个电话，他就到这个自己了，我说哎放多少水啊，他们那些同事都笑着现在。I like tukpa. I'm very interested in momo. Ropa the momo, sha momo. Mooncake, wadi mooncake. That time we have also a festival in Nepal. Kuranzu de sagirba. Tanganzu simba de sagiri. De paleta sagimalba. I like the Tibetan glossar.And Chinese glossar, maybe similar, I think. Because we have the get together, all the families and the friends, friend and all the our family. Each other enjoy the drinking, sing and song, happy for this glossar.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是库马尔一家的春节愿望。也是每一位游子心之所向。